哥哥妹妹有意思。这样错了吧？没错啊。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。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呢，是青春之歌的时间，准备好来接收大家的青春歌曲以及青春回忆咯。欧巴的青春之歌，打电话进来跟我分享0223639955 0223639955，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？有没有一首音乐、一首歌曲让你一听到就会回想起啊某个时期，可能是求学的时候跟某个同学的记忆，可能是某一首印象深刻的歌曲伴随了你某一件事情。0223639955，青春之歌。漂流已久，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，喜乐和哀愁今生不能由我，任风带我停停走走。孤独已久，多希望你能靠在我的胸口，却不愿此行得到你的温柔。人群之中装作冷漠，泪不敢流，让命运牵引着我南北西东西，看世界冰川里和难分难舍，和谁在为我生活。我和我追逐的梦擦肩而过，永远也不能重逢。我和我追逐的梦一再错过，只留下我独自寂寞，却不敢回头。有时候你会发现，语言的相似性，同样都是方言，比如说粤语、广东话跟客家话，然后以前我总觉得这两种语言听起来就是有这几分的相似。然后呢，刚刚在听刘德华《我和我追逐的梦》的时候，又发现了其中一个相似性，就是你看，在使用粤语、习惯使用粤语的跟使用客语的人，他们在把这个中文转换成普通话或是标准国语的时候，他们的 O 的音都会发成 U 的音。刘德华，刘德华，刘德华，溜溜球。我希望你能靠在我的胸口，却不愿此行得到你的温柔。人群之中装作冷漠，泪不敢流，让命运牵引着我南北西东西，看世界悲欢离合难分难舍，而谁在为我伤。追逐的梦，0223639955，0223639955，你的青春之歌是 ，Hello， 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是小熊维尼，维尼，你的青春之歌是徐若瑄的《欲哭无泪》。哦，
快跟我分享你欲哭无泪的故事。应该是这么说吧，徐如芸是唯一让我从第一张专辑一直到现在所有收集他的经验。一直到现在吗？对对对。哇哦。那你还记得当初为什么迷上他的吗？你是一个国小朋友同学，他推荐我，那时候那个如果云知道，他推荐我这首 CD， 然后听了以后就从此爱上他，一听就爱上，然后就是从他第一张专辑的好好一直到现在，全部。你听了如果云知道，你再回去找他的第一张专辑吗？对对对对。哇哦！然后一直收集到最新的。然后包含，他那时候有在那个就是欲哭无泪里面，就是我依然爱你那张专辑。他有出一个口技。对，就是 MV 里面有出现过，那个口技我也有。哎呦，特别收藏，一直到现在你都还保存着吗？对，哇，铁粉，对，就唯一就是让我一直想要买 CD， 就是买他的，就是一直收藏到现在。那他的演唱会或是签唱会或是有实体见面的机会，你都会参加吗？唯一一场，那时候唯一一场签唱会就是那个我去。对，就是我忘记哪一张专辑了，反正有去他的签名。然后这一次演唱会也有去看。哦，好的，送给你许茹芸的欲哭无泪。谢谢，拜拜。说不会让自己有路可退，爱你无所谓，我欲哭无泪，欺骗自己从来不后悔，不再流眼泪，不再相信谁，不再为你背叛了诺言，为了你脱罪。你的青春之歌02236399555，分享你的青春回忆吧。爱你熄了，只剩泪在燃烧。慢慢化掉，破碎的回忆，迷失在梦畔停靠。你会不会狠心将我全都忘掉？爱已出了茧，我欲哭无泪，欺骗自己从来不后悔，学不会防备，学不会埋怨。从来不后悔，不再流眼泪，不再相信谁，不再为你背叛了诺言，为了你脱罪。爱你出了茧，我欲哭无泪，欺骗自己从来不后悔，学不会防备，学不会埋怨，学不会让自己有自己从来不后悔，不再流眼泪，不再相信谁，不再为你背叛了诺言，为了你脱罪，不再因为爱为了你妥协，不再为你脱罪，我已经欲哭无泪。02236399555，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？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我是板桥的小白。小白，是你的青春之歌是？因为你第一首有放刘德华歌，我想起了我的青春之歌是他演的《天若有情》的《灰色阶梯》，Beyond 唱的。Beyond《灰色阶梯》，《天若有情》，《天若有情》剧情在演什么啊？那有两版，他演的第一版，刘德华演的第一版是他是一个黑社会的混混，然后吴建莲是一个富家千金。
然后就是一段比较凄凉的爱情这样。哈哈哈。然后里面很经典的就是他穿着西装骑着公鸡流鼻血啊。好，你说 Beyond 灰色轨迹，灰色轨迹，灰色轨迹，对，天若有情的歌曲。对，谢谢你。好的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谢谢你的慷慨，是我自己活该。哦，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你只要被期待，不要真正去爱。哦哟，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？都怪我没能耐，转身走开。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？要为你留下泪来，才证明是爱。张学友，如果这都不算爱，0223639955，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？嗨嗨，你好。你好，你是？我是花莲的英雄哥。英雄哥，你的青春之歌是？张学友的《一路上有你》。哦，这么巧被播了张学友。那《一路上有你》的故事是？是我刚跟我老婆认识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结婚，然后就跟她去唱卡拉 OK。嘿。然后就点这首歌给她听，哦，就是我们的定情之歌。哦哎呦，然后就一路就交往就结婚了，对，就到现在了。他是我的初恋，我也是我老婆的初恋。哇，太浪漫了吧！真的。好的，谢谢英雄哥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青春之歌，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？走一再寻你，我是麻醉我抑郁，过去了的一切会平息，冲不破墙壁，前路没法看得清，再有那些挣扎与被逼，踏着灰色的轨迹，尽是深渊的水影，所以背上一身苦困，后悔与唏嘘。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，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，哦，不想你便去，心一再回忆，谁能为我去掩饰？到哪里都跟你要认识。去痕迹，何妨面对要可惜，各有各的方向与目的。
灰色的轨迹。竟是深渊的水影。0223639955，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，我是欧马克，在每个礼拜的这个时候会是我们的青春之歌的时间，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歌曲，然后告诉我们这首歌承载了你什么样的青春回忆呢？ Hello， 你好啊。你好，我是伟恩。嗨，伟恩。伟恩的青春之歌是？青春之歌是五月天的《如果我们不曾相遇》。如果我们不曾相遇。对。故事是，这是在我五六年前的时候，我一个人从彰化，然后被朋友给骗上去台北工作，骗上去哦。对，因为一开始他跟我讲说那里的工作多好，然后钱有钱也是赚的不少这样子，结果谁知道我上去的时候是地狱的开始这样子，就是他是没有也算是责任制的，这样搭舞台帐篷的，就是有工作最好马上出去做，有工作马上出去做，有可能是凌晨到早上，然后半夜到凌晨之类的。对，然后我在那里，然后就找到一个聊天的群组，在那边遇到了很多也很喜欢五月天的人，这样。哦，对对，那时候在台北，我去算是排解我的寂寞，我的压力啦。对，所以五月天陪伴你就是很晒的工作这样子。对啊，然后也在台北认识了不少的朋友啦，然后也其中也有跟一两个很要好的朋友，女生朋友很要好这样子。哦，好的。对，其中一个就也是当天使的。当啊，是哦。对啊，这么突然，转折这么大。对啊，所以这首歌也算是送给他这样子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我因为你之前说你开除你老板，那现在你过得还好吗？现在就是在做外送啦。哦 ，OK OK， 反正就是还是可以有办法赚钱就对了啦。对啊，因为我还是告诉我自己说，是我虽然说开除老板，但是生活一定要跪着也要走。是，对对，好的。啊，谢谢，谢谢伟恩，谢谢马克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 你好。喂，我是 Paper。Hi Paper。我想要我想要说我的青春之歌是很广众的有吉他的流行歌曲。啊，有吉他的流行歌曲。有吉他的流行歌曲。好，青春故事是。就是我第一次追星，然后那时候还是大学生。然后他那时候在，我记得有办一个，我忘记是全台的巡回，反正就是巡回，然后是免费的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在，下着微微小雨的天气，然后两个人提早前五个小时就去奇美那里排队。五个小时？嗯，因为我怕我看不到，然后。那是我第一次追星，第一次看，然后我朋友他甚至不是卢广仲的歌迷，所以我那时候超感动的，然后反正就是我们现在还是朋友，然后已经过了，刚刚已经当了7年的朋友吧，所以我还蛮自觉就是蛮知足感恩的，对，嗯，然后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那时候疯狂的五个小时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，我们等一下为你播放。嗯，再见了，拜拜。青春之歌。学了3个月的吉他，哈哈哈哈哈，只因为你说你想听有吉他的流行歌曲，好不容易学会换了年华，啊啊啊，四大和弦给我力量。
My Seven 的声音听起来好像，好像我们隔着吉他夸张拥抱着对方。一二三四五六秒，我唱着一首有吉他的流行歌，像流行感冒陪伴直到你睡了，月亮和星星都会向你靠近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弹着一首有吉他的流行歌，里面有流星，真的可以许愿呢。万一你听见的话，快点闭上眼睛许六个愿望。万一你现在听见这首歌的话，赶快闭上眼睛来许六个愿望。来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，在飞碟联播网大台北地区 FM92.1 飞碟电台向全世界发声，苗栗花莲台东 FM91.3 台中彰化南投真善美广播电台，以及宜兰的北宜产业电台 FM89.9， 云林嘉义的民生角望电台90.5，还有高雄南台湾之声 FM103.9， 离岛的澎湖 FM89.7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利用线上的网络、线上的广播，全世界是没有国界的。声音听起来好像，好像我们隔着吉他夸张拥抱着对方。一二三四五。我唱着一首有吉他的流行歌，像流行感冒陪伴直到你睡了，月亮和星星都会向你靠近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弹着一首有吉他的流行歌，里面有流星，真的可以许愿呢。在这之前先跟着我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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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弹着一首有吉他的流行歌，里面有流星，真的可以许愿呢。如果你也相信这，那么所有愿望就会实现的。最近呢，在网络上又可以很大量的看到了卢广仲，除了帮那个今晚我想来点那个外送打广告之外，现在呢还有这个黄金拱门最新的广告也是他，然后这两家都是广告预算砸得很足很足的，所以曝光率之高啊。这首有吉他流行歌曲最后唱着，只要你认真的相信着，所有的愿望就会实现的，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啊。相遇我会是在哪里，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，不存在这首歌曲，每秒都活着，每秒都死去，每秒都为着自己，谁不曾找寻，谁不曾怀疑，茫茫人生奔向何地。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，你出现在我生命，从此后从人生重新定义，从我不是一苏醒。如果我们不曾相遇，你和云溪山上的脱皮意外的雪景，与你相依的四季，残酷有白云，身旁有了你，走错轮回又有何惧。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，你出现在我身边。 Make it the best
去，你有这些记忆，说时间线不及刻的心中比较欣赏你。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，你出现在我生命，未知的未来里未定距离，在哪里？如果我们从不曾消失，不存在这首歌曲。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的话，那会是在哪里？但是这个不是几率问题，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，那就不是几率，也不是零与一的问题，那就是一，就是确定的事情。我们已经相遇，在飞碟联播网相遇。我是欧马克，青春之歌的时间，欢迎打电话进来，0223639955，0223639955，分享你的青春回忆啦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马克你好。你是谁呀？我是树林人。树林人，你的青春之歌是？我是要点空空力的《爱你是我的自由》。哎呦，这背后什么故事呢？因为它是我人生第一张卡带。哦，那个时候已经在卡带跟那个的交界了。对对对，在交界。然后他那时候是买到的其他卡带，拿录音机去对拷这样子。对，那时候没有单曲循环啊，所以要听同一首要必须倒带。哎，真的哎，那个时候你如果想要听中介那首，就有点蛮麻烦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还要等那个时间。对啊，这是好好好，爱你是我的自由，那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情啊？12岁，真的。小六的时候。对啊。爱上了 Coco 的你，待会为你送上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让我哭也好，让我累。愁情烦事都忘了，让我对也好，让我错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，爱你是我的自由。0223639955，23639955。嗨。你好，你好，就是你啦，就是你啦。哦，我是珊珊。啊，珊什么？范范。范范啊。范。赞，范范，蛋。好，都可以。都可以，好，赞，我就叫你赞好了。好。赞，你的青春之歌是？那个张惠妹的《水蓝色眼泪》。水蓝色眼。是水蓝色眼泪还是水蓝色眼睛？有点忘了。好，我来找找。那为什么会点阿妹这首歌呢？哦，因为那个以前在高中的时候，就是快20年前的高中的时候，然后就跟同学每次下课，然后都会在走廊，然后前面，然后就靠着那个3楼的围墙，然后唱这首歌。但为什么你们会选这首歌？这首歌也不是主打歌啊。对，我们就是喜欢唱 B 面的歌。你们喜欢唱冷门歌曲。耶、yeah, 对，没错。然后那个时候你们靠在走廊上，每节下课就在唱这首歌。就是那时候很，因为好像张惠妹第一张专辑啊，所以我们就会唱很多她的歌，然后什么什么寂寞保龄球也是比较冷门的。寂寞保龄球我也喜欢。那现在这些同学们呢？同学们就只能在 FB 上面打打招呼这样。你们有办过同学会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没有，因为我就嫁到很远的地方，就是比较难跟他们相遇。我听听，很远是多远？
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台湾的对面啊，两对面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好的好的，待会为你送上啦。感谢，拜拜，感谢马克，拜拜。话说，这个周末即将要迎来我人生当中20年来的大学同学会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要办演唱会的阿妹张惠妹。不知道阿妹张惠妹就是在，应该说不知道在做演唱会的时候这个选歌，你当然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大合唱，大家都听得很开心。可是你也知道，你的某一些歌曲其实也有死忠的拥护者，但你唱出来的时候，可能假设12000人当中有10000人没有共鸣，或是更夸张，可能11900人没有共鸣。但是那100个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，那你要不要选这首歌呢？每一天如海浪漫潮涌，像我席卷却不能够停留，每一天枯坐在黑暗中，去推拱北望穿无穷虚空。Oh yeah,我真的好累，你为何不了解？ Oh baby, 我的世界已经瓦解，变成水蓝色眼泪，是心碎流的血，是天真的幻灭，所有水蓝色眼泪融成一些音乐，你走过来，竹边水珠飞溅，所有幻想遗忘于一瞬间。哦，每一天如海浪般潮涌，像我席卷却不能够停留。哦，每一天枯坐在黑暗中，去推拱北望穿无穷虚空。
成一片雪，让我的忧伤冬眠，水蓝色眼泪，心碎流的血是天真的幻灭，所有水蓝色眼泪融成一片雪，让我的忧伤冬眠。周哥哥妹妹有意思，在青春之歌时间都欢迎大家可以利用飞碟电台的 calling 专线02-2363-9955点播你的青春歌曲。那当然，如果你的青春歌曲呢，像今天我们听到了灰色，我自己也被搞混了，灰色，我们今天听到了灰色轨迹，水蓝色眼泪。可能平常比较不常听到的歌曲，也可以让我们多多认识这些新歌，不是新歌，对我们而言的新歌啊。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，现在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连城翔，《百分百男人》。给你我拥有的一切，却怎么都还是不够，等待讯息的每一页，只听见钢琴在独奏，错与对没有结论，也没有是非，渴望解释的反悔，反正我们都很会自卫，被你攻击到红线，爱的技能直接冬眠， Cause baby I wanna lie，想成为你百分百的男人，才发现自己真是个凡人，打造了爱的花园来自焚，多么狼狈，想笑我就笑我，可许都能爆一个，为你我不再是风，不是水也不是火，就算是自作自受，而我想成为你百分百的男人，无法实现我在孤独的城堡里哼着歌，你总在轻易摧毁理智线，让美好的故事无力实现，把我局限在天和地之间，看不清楚眼前的视线，不管你再怎么去掩饰，眼前的一切早已变质，明知道你是堕落天使，就是不愿面对现实，这是一首给你的歌，清楚着我们已经不适合，没关系命运我背着，选择放手不让自己飞了，
想成为你百分百的男人，才发现自己只是个凡人，拿走了爱的花园来自焚，多么狼狈，嘲笑我就笑我 Cause you don't know about me girl， 为你我不再是风，不是水也不是火，就算是自作自受，而我想成为你百分百的男人，把你喊成歌。想做你百分百的男人，但最后发现我只是个平凡人。其实从一开始想要百分百这个概念，就是应该帮他画叉叉，不要再追求完美的百分百，因为我们真的都是平凡人。当我们把我们的标准设成就是我们要完美的时候，这个完美的概念会产出很多很多的后遗症，像包括拖延啊，像包括这个愤怒啊，心理不平衡啊，比较。所以好好的把这个百分百完美这个标签慢慢慢慢的擦掉，或是至少正视它的存在，然后拥抱自己平凡的自己吧，然后拍拍还在呼吸的自己吧，活着就是一种胜利，活着我们就不断不断每天每天改进的空间。我是欧马克，那平常呢，如果你想要追踪我的话呢，欢迎你可以来我的 Insta， 我的 IG MARC_ORANGE， 或是你可以搜寻欧马克，可以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都欢迎你可以加入、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全部追踪起来。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呢，来自于 Supper Moment， Yes I Do。